画面中的男子名叫朱必武，今年53岁，家住武汉汉阳的他，在隔江相望的武昌首义路菜市场工作。11年来，朱必武每天都会游泳上下班，网友们不仅称他为渡江哥，而且将他横渡长江的这段距离称为史上最硬核的上班路。4月17日早上7点，记者在鹦鹉洲长江大桥汉阳桥头看到，朱必武换上泳裤后，会将脱下来的衣服、手机、运动鞋、钱包等随身物品放进一个名叫跟屁虫的漂流球内，并用绑带拴在腰间。朱必武告诉记者，他会在武昌的汉阳门附近起水，全长2200米左右，一般用时30分钟。从这里下水到那个武昌汉阳门起水，基本上就是2200到2400米左右，主要是锻炼身体吧。你准备工作以这个时间都是差不多，就是主要是锻炼身体了。朱必武从小喜欢游泳，1999年他被查出患有糖尿病，在降糖药的作用下，身高1米81的他体重从100公斤锐减到65公斤，他希望通过锻炼来改善身体状况，于是开始横渡长江游泳上下班。如今朱必武不仅血糖恢复了正常，体重稳定在83公斤左右，身材也变得精壮。原来从身体不好，从03年开始游泳以后慢慢游游，我看着公司也在武昌，我就08年试着渡了几回上班，感觉这个还很好，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。因为水性好，朱必武还收获了第二份工作，在游泳馆当救生员。除了武汉极寒的两个月不适宜冬泳外，只要水温和天气条件适合，朱必武都会选择游泳上下班。朱必武说，横渡长江时看着两岸的美景，不断增高的大楼感觉很好。基本上有时刚开始来看一看呢，这个两岸的风景呢，这个江里面水看着很干净的，我们游到中间一下，有时试下这个水质好不好，喝进去吐出去以后还有一种回甘的感觉。朱必武提醒，江心行走的船和停靠在起水处的泵船是渡江时最大的危险，并不鼓励非专业人员渡江，自己游泳上下班的方式不可复制。渡江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，基本上水平我们一看达到了以后才带别人来渡江，这个一个要速度，二个要耐力，这个是因人而异吧，一个是地理条件，再一个是自己身体条件能够支持，这可以能够达到这个要求，还是很支持这个游泳上班的。应该学会了以后再游，这个，再一个呢，有时候呢就带着这个像跟屁虫啊，像这些东西啊，就比较好一点。